今天我们举办的首届全民股票大见证啊，第一名居然是他哎、欸。那还有被动元件是什么？哎，这一档股票第一名的股票到底要不要续报呢？居然是要续报啊！为什么要续报？对啊，为什么？欢迎光临股市福利社，让你的财富 free woo！ 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 Zoe， 我是主持人泽泽。今天要跟大家介绍我们的福利社特卖商品，就是加油棒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今天的标题来看一下，首季的全民股票大见证，没错、第一名居然是他，是什么？还有被动元件是什么？没关系，对，要帮各位福粉们加油打气。我们有请到我们专业的名师阵容，要帮大家做见证，这是待会第二个单元。因为我们这个见证是全民投票哦，是哦，好几百个人以上的一个股民愿意这样子问我们一些问题哦，所以我们要问一下，我们首度的第一次哦，全部的来宾，对、全部的分析师。们，然后跟大家讲这些股票的看法是什么、不是说我们找助理来帮你做一些持股诊断，没有的。对，我们亲自到节目当中帮大家做见证。所以以后你们尽量留言，你们留言有问题的话，好、或者一些问题的话，我们说不定我们看到的话，我们会帮你解决一些问题，不只是股票问题，操作心法问题也可以，好不好？对，那泽泽，我们先来介绍我们的名师阵容。首先第一位是林玉凯分析师，凯哥好、主持人好，我是大家的好朋友。您不要抢走人家的话，好不好？玉凯分析师，玉凯分析师。好，凯哥 好，再来呢，是我们真正大家的好朋友，真正大家好朋友，没错，没错。好，欢迎黄冠华分析师。主持人好，全国的投资朋友大家好。以前是四名分析师，现在改成冠华，好好好，这跟大家讲一下，好不 好？第三位，哇，也是。我们新南分析师，新南分析师酷酷的哈、也是我们前辈哈。振华分析师，哇，主持人大家好，投资朋友们大家好。好，我们今天真的是坚强阵容，坚强阵容，大家也都很期待。等一下第二单元呢，我们就来帮大家做一个见证。好，那首先泽泽，我们先来做福利社先解盘。好，什么样先解盘？我们来看一下啊、今天台股跌70点，对，来到最高点13951点。那很多人看法说，哇，这13951怎么看这个走势图？我觉得就是14000静观情切嘛。对，因为一突破14000的时候，哇，一路不回头，永远不回头哦，这首歌。我唱走音的就算了，唱对音，我猜你也是不知道是哪首歌。对，我刚想了一下。你有想到没有？你看，哦，没有，好像有一点印象，有一点印象，对不 对？好，没关系。量2632亿，哦，蛮多的、很多人会担心是说这个高档爆量是会很恐怖。这个高档爆量，你看这高档爆量这个情况下，哦，是在之前12148这边的量有没有？对，以来的哦，比这个量还更大。8月20号以来的最大量呐、啊，啊、哦，8月20号之前还有一个8月。好像是12144，那一天好像是12144，对不对？我记得8月20号那天，如果没记错的话，哦，那这边是那边那一天以来的最大量，那2600多亿，这量是好还是不好？高档爆量，之前是低档爆量嘛，那就算了嘛，哦，那这边可是你去看一件事哦，之前这边也有高档爆量啊，团的问题，有没有？那时候有没有一突破13000？现在更是高档爆量啊，那会不会是？我们等一下请。来宾分析师来，大家问一下，这边高能爆量是不是要回头了 ？OK， 好不好？那我们接着看三大法人买卖超。哎、欸，买卖超，外资买47亿，是。可是昨天是买什么？昨天是买108亿，对，108条好汉。我们近五日在这边。哦，这近五日在这边，你看哦，卖都小小卖，卖50亿以下，买都是大豪气豪气，100、200、300，哈、还没到300啦，随便买随便买随便买随便赚哦，外资就这样子哦，热钱当憨不住，你看热钱，你看。到要央行总裁要求要写信哈，有新闻八卦这样子，要请他们喝咖啡啊、没有，不止请喝咖啡，要写信请金管会来求救，那是不是这样情况之下，我觉得热钱是挡不住，这个还在看一下，好，我们看一下，顺便看一下，外资、外资在期货未平仓买了544口多单，可是其实整个净多单已经从了11月好像是6号以来，对，已经从40000口降低到17000口，也降大概23000多口了，对，也蛮多的，所以这540口，我觉得这个数据今天不重要，哈哈，已经降低了。最常是什么？我们这图做得很漂亮啊，这个标题我很喜欢的，这个制作人帮我们下的标，指数火箭升空，空军产单燃料，产单燃料，这个是我们之前有解说过散户多空名吧？对。那数字越这边是负的越多，代表什么意思？之前散户啊，对不对？这是越往下嘛，越负的越多。越往下代表散户做空的很多，而且这个很空的是怎么样？散户哦，到了结算完毕的时候，还是大幅度流仓哦。对，结算完毕以后还是大幅度转仓，转完仓以后受不了了，还是继续嘎。
指数高到14000的时候，1万块接近14000的时候才大幅度认输啊。所以这些今日的空单就是明天的多单，因为空单要回补，你要按买进，哦，你要按买进哦。所以你看，那个散户多空比这指标蛮惨的，散户现在认输了啊。可是现在认输来是会不会是认输完毕以后，哦，空头不死，多头不止，空头死了以后，多头是不是止？嗯，不必担心，这是空头指标之一。散户多空比大幅度认输了，散户不太敢做空的，或者有一部分来做空的。第二个问题是说，哦，我们来看的是说多头，空头不死，多头不止，空头结束了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哦，我们来看一下空头是不是结束了？应该说不是说话哦，今天怎么讲话大舌头哦，是空头已经真的很多人毕业了。可是那是从散户多空比来看，我们从融券的空单来看的话，来看你看。突破2006年12月来的新高，是。我跟同事朋友讲哦，2006年、2007年的上柜指数不是涨翻天啊？对。哦，是现在2倍哦。所以我跟你讲，如果是这种融券，到时候是嘎中小型个股的空单的，我投资没有，我是跟大家讲，就算大盘这边创新高，我觉得个股这边可能有机会。可是没关系，不要都是我一个人的话讲，我们要赶快哦。今天不是扯扯，我讲太多话了。对。哦，所以这个标题都看得出来嘛，哦。我们今天的那半导体助攻啊，我们理论上明天会跟你告诉你，台股有个九个柱啊，哪个九个柱？9个柱，这么多。哦，因为我们叫万事之呼吸。哎，欸，我觉得这报纸不行啊，怎么学我们的哈？哎，欸，对，哦，学我们迷豆子迷投资哦。哦，有看我们节目就知道啊，是学我们的哦。所以这营收这个，我们之前都跟大家稍微解析过了啊，这是新闻解析，再去看一下。对，这个比较特别啊，台积电期货我们请那个仙人指路，对，就是今天9点大概9点06分九点初的时候，9点10分之前的时候，你看有一个那个肉眼看比一下，有一个仙人指路哦，错单，你比错了，比错，你比太远了，比你这边就在你的加油棒那边，你看到？好，对，他画一条线，没关系，你不会遮住他，嗯，哦，你不会遮住他，你可以过来一点，那这边还有这边期货也是这边，所以这期货刚好是回撤到这个季线差不多，对。哦，回到这边有个季线，我画一下季线，好不好？这边有条季线，没有？刚好回撤到季线，这个仙人指路打下去了。台积电期货会不会告诉你是说，仙人指路就是告诉你啊，先行走到这个地方，以后也会走到这个地方，这叫仙人指路。对，那这边是不是仙人指路？台股会不会在近期内回撤12983，差不多是这个季线的位置区？我不要说我说了好不好？我们有来宾的，哦，对不起，我刚才讲太久了。好，哦，我们请问一下来宾，哦，来看一下，这边有没有可能因为今天台积电期货的错单判手指，你会不会回撤到季线？仙人会不会指路？来，请来宾看一下，大家举一下圈握差。哦，三个人都觉得差，通通都是举差。哇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哦，欸，你倒差，哦，因为觉得毫无疑问，不必怕，是不是？不用怕，完全不怕哦，很有信心，很有信心。嗯，来，冠华哥，几率不高，很好。是，我这叉叉转一下是有原因的。哦，转一下这件事情是这样，就是说，因为一般来讲 ，K D 在80上面那么久，它不会突然下来嘛。可是你刚刚是问我们季线会不会到的？对对对，它有可能价格不到，季线涨上去。哦哦，对吧？哦呦，所以我刚刚想一下，这个该怎么样转，所以就哎呦，这逻辑是这样。哎呦，我以为因为它会往上啊。我以为振华分析师是为了只是抢画面而已，我不是抢什么画面啊，大家都认识我好不好？大家认识你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画面比较多。对对，说奇怪，为什么转来转去？哦，它是有道理的。哎，这个技术分析，哎，以后那个振华分析师怎么讲错？振华分析师应该上我们上个技术分析课，哈，跟我们华智真不好意思，非常厉害。时空相对论，对对对，好不好啊？还在动嘛？还在动嘛？还在动，好不好？机械有可能往上，这有可能的，好不好？啊，这跟大家讲。哦，大家可能不懂这一段哈，没关系，我们等一下有机会再跟大家讲。那接下来是什么？我们的财经大头条。今天我们就要直接进到，哎，这一次呢是我们首届的全民股票见证，有没有看到这么多的回应？哎，哦，这回应很大，我们大家放大看一下哈，不是我们在无扯，你自己看啊。超级多哦，福利社救救我哦，请告诉我这些股票好不好？还有什么？花了一点时间在统计。金电啊，有没有看到台骏啊？哦，九九福利社救救我，锦硕救救我！哦，感谢名师们救救你们，这么多哇，淹没在人群里面，所以我们首季的哦，那个全台湾的
粉丝全台湾的股民的票选，对，我们告诉你第一名，噔噔噔噔，居然是他，君豪。哎、欸，我想都没想过，你真的是跌破专家们眼镜。为什么你君豪股票见证数量最高的？我真的没想到是这张股票。对，哦，这张股票大概获得六票到七票以上，是重复率很高，重复率超高的。对，然后第二名是原相，原相第三名是翼龙，我真的没想到君豪。可是问题是，这个是大家投票表决的。对，那我一直觉得是不是台积电跟鸿海？我觉得两个原因啊。哦，为什么不是台积电？你知道吗？台积电我买不起。你们是买不起啊、哦？好，好不好？没有啦，台积电最近也是涨势很好。是因为台积电，我觉得不需要持股诊断嘛，大家都赚钱的嘛。是。那鸿海是因为可能已经死心了，好不好？死心塌地的跟着他，好、哦，死心，好不好？哦，这是全球，这个是全民股票见证，台湾全民股票见证，我们第一届，只是大家那么多的，所以我们要帮他做持股诊断。对，所以福利社很贴心的整理了五档股票，分别是哎询问度最高的两档。还有第一位跟第二位的这个手速很快，手速很快，就马上在下面马上询问的两位网友是广达跟乔威哦，所以你以后多留言，我跟你讲，你们就多有福利，而且要抢头香哦，要抢头香哦，要按赞哦、嗯，要留言要分享哦，投资没有哈、哦，你看很少这么大阵仗的财经的一个节目哦，而且这么活泼方式，那福利社精挑冷门股，哦，就是只有一票的啦，好、哦，我们帮你选一下啦，哦、好，掏地。好不好？好、哦，这个更大，你们不必掏腰包，我们自动帮你们服务。好、哦，这个更大，所以这五档股票，今天福利社啊、哦，告诉大家怎么看这个。不要说哲哲说了，哲哲今天刚才前面有点话有点多，我要问我们每一个分析师的想法。我们先来看君豪好了吧，股民最想要知道，询问度最高的来是君豪，我们各位老师怎么看呢？来，玉凯分析师，等一下，您先讲你的看法。哦、好。好我是认为说，当然君豪的部分，它第三季财报是出来的，第三季财报相较于第二季，它是成长非常多，有到三成以上。可是它的年检哦，年检率相对是下跌非常多，表示说它只是一个业绩上面的转强，但并不是真正基本面的好转。年检什么？年检哦，它是季增，但是年检的哦，对，年检到年检，对，因为它年检到65%。所以你是不看好他是不是？我是看好他。哦，是看好他。好、哦，我怎么听起来是？有时候这个投资跟爱情一样是矛盾的。哦，是吧？你是说结论？对，对，所以说他是一档基本面不好的公司，但是无奈他的现在的股价就是不折不扣的强。对。哦，对，那当然说，你说基本面不好，可是股价强，股价强。哎、欸，我看基本面，我觉得还不错啊。嗯，看用什么角度 看什么角度看？好，那没关系。好，这是均好的走势。我们现在来一个，好不好？好，你说股票就像爱情一样，我们现在来个爱情的霓虹灯。好，你爱我，你不爱我，他爱我，他不爱我。哦，幸好我头发这样还不够湿了。我们不要，我们来做一个均好的一个投资的一个看法。是，我们全部的名师哦，你也列入名师好不好？对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、哦，米豆子来，我们来大家投票表决。好，圈或叉。那哲哲给我一个圈叉牌。好，没问题，来。哦，做圈叉，尽量不要中立，好不好？我们这边今天没有桃园人，没有中立人。没错。所以我们要告诉你们，均好我们的看法，爱情的霓虹灯。好，爱情霓虹灯，请各位来宾分析师告诉我，你看好均好还是不看好均好？看好均好，不看好均好，请举手。来，请举手。来，好，我也是。看好，你也是不看好，答案就是看好。你们看，几票？三票对两票，三圈二叉，哦、没错，三圈二叉，勉勉强强，对，没有到一致看好。哦、可是我觉得技术线型，我觉得还不错，是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好、哦，所以是均好技术线型，对均好有什么想法？你看坏，为什么？认为它股价已经表现出来了。已经表现过去，你表现过去，对，你就跟你股价它还是 minus 哎、欸，而且它始终没有办法突破。你说高点哦，40块没有办法突破哦，没有办法突破。它已经老早就领先反应出来哦，应该哦，股价是事先反应哦，就好像元刚一样，你说它很好啊，结果它就跌啊，是这个意思，好吧？我看法是型男分析师。对，很多在问的朋友哦，他其实手上也是有持股的状态。对，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多头，它很大一个部分是来自于资金的行情嘛。对，你资金推到最后的时候，就变成一种情况，就是说它有一个外溢的效果。嗯，比方说你台积电一直涨，大家实在是真的买不下手，又不喜欢玩零股的时候怎么办呢？他就会去往旁边的周边去找，它是那种情况才把它推上来的。所以说我的看法，当然就是因为第一个，如果你是做股票的人，你看好的话，其实你已经在里面，你不可能涨了4%，你还没有遇到买股点嘛。所以这个时候你应该拿在手上，然后呢等卖点，对不对？但是因为你卖点没有出来，所以你不会出啊。对。那卖出来的时候，其实你当然就出掉了嘛。所以我的感觉是，
我的看法是，你叫我卖，我不会随便把它卖掉。但今天如果它卖点出现，我会把它卖掉。我的逻辑是这样。哦，我懂了，它也是四季的动，这听起来很中性哎，也没有到很看好哎。好不好？我们都很看好，好吧，好吧。那是还是建议大家，但是三票对两票，是那没关系。我们再接下来再看下一档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原相。好，最多人询问，最多人询问的，而且我是跟那个玉凯分析者，这个玉凯差赌的鸡排网友们，现在每个人都要鸡排了，反正不论谁赢谁输，就是要鸡排一百份嘛。对啊，一百份哦，精彩跟你的原相，跟原相，所以原相你看好了吗？看好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不必问你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先问一下那个。先透露一下，你对原相是看好还是不看好？我不看好，就是，因为基本上它始终200块没有办法有效的站稳，嗯。就技术层面来讲，指数创新高它没有，所以你是支持我这一派，哦。这个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这样子的，好，那没关系，那你是这样子，好，没关系。那我要跟大家讲，那所以哦掉下去的，所以爱情的霓虹灯，股票霓虹灯，来我们原相。请各位来宾举起你的手，到底是看好原相还是不看好原相呢？答出来了，还是看好？看好。大家有没有觉得奇怪？你看，我还是看好你的原相，为了我都不惜牺牲我鸡排。原相是好，只是没有精彩那么好，就这么简单。对哦，所以大家看好，来看一下，看一下票数，圈圈，来看一下来宾，圈叉圈。哇，冠华分析师，今天你就是要当反派就对了，對没有啦，开玩笑啦，不是反对派，哦，反派是另外一种角色，反对派，对，战役直言派，哦，战役直言派，哦，所以为什么？所以原相这边我们看一下技术线图好不好？我们看技术线图来看一下，3217原相，哦，原相，那原相你们这个看法是，来我们请冠华分析师啊，你觉得这个未来走势呢？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喜欢原相。啊，他就喜欢200块去买原相。哦，我懂你。上一波也是很多人喜欢买原相。所以你觉得很怕被套牢？啊，我认为说200块以上的原相，基本上投资价值我不认为很大。好，我的看法是从基本面。好，是我错，我应该叫振华分析师，我真的是振华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分不清，奇怪就好。是我的那我这个名字都 OK 的，OK 都 OK 的。振华新南分析师来。其实他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反应过一次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回来季线一度看起来摇摇欲坠的，他最近把它收起来。可他收复季线的过程的时间点是跟大盘其实差不多，刚好在那个位置。所以其实他这一轮来讲，他是有跟上。所以我们这样子断定，会去断定说你开始在反映明年的东西。那因为他又有电竞的题材在里面嘛。那事实上他今年赚的钱，我们看到事实上前三季已经超越去年。所以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讲啊，就是前三月超越去年那件事情。我认为前面一次过高的时候的那一群人有先见之明哦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真的超越去年，他们那个地方先出嘛。240，画一下。所以逻辑上来讲，现在逻辑上来讲，那群人已经七月的时候就知道200，就知道前三季就赚赢去年了。我会用比较保守的说法，242，他们当时就预测到，就知道哈。对，我觉得是就知道，好，预测到也可以。好，好，那现在这一段应该在反映明年嘛，而且第四计划是在做一个新的梦，所以我认为就是说。在12月、1月，其他的新的梦想还没有画出来之前，那我认为都还有机会，还是有机会哦，还是有机会。连那根红棒有带大量，它不要失手的话，啊，红棒带大量圈一下，红棒带大量，哦，红 K 棒底部这边有没有带大量的地方？好，非常好。那我们赶快，我们下一个，好，哦，所以这是原相的，我们再看下一档股票好了，好不 好？哦，这下一个股票我们来看一下，要先从投降吗？还是从冷门开始呢？我觉得先冷门。好，滔地。滔地2929，滔地。好，滔地来，滔地这档股票很冷门。对，哦，可是它有个故事，没关系，我先举我的手，我选叉。OK， 你呢？我也是叉。你也是叉，那没关系，我们一样，爱情的霓虹灯，股市霓虹灯，告诉我们所有的来宾看好还是看坏，还是说大家一致性看好，还是说最后结论反而是看好了，最后答案是看坏。好惨哦，好惨哦，惨叫机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来，我们请。的确，我们先从这个基本面的角度出发。那它这几个月以来算是渐入佳境。嗯，可是渐入佳境，它是所谓月增的渐入佳境。嗯，我们说营收在这四个月来说，月增率算是很明显的做一个增长，尤其十月份有8%以上的空间，对，这个80%以上的成长。那为什么看外？可是因为它跟相较于去年来讲，
它的年减相当相当的夸张，好吧？哦，对，连续性都是一个做一个下跌。那虽然说电商非常发达，可是其实我们说，它没有 OK 了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看外看外，没关系，我跟你讲，我不要我专业，我们现在连你投资都专业，你说是什么？你看外，我跟你讨论的时候我吓到了，你都知道。哦，对，因为滔弟之前就是他的会计师，跟我们之前 KY 股那一阵子大家都在讨论，其实都有某一个下市的 KY 股，对，然后同一群的会计师，所以以迷投资的角度来讲，是真的不看好。哎，我跟你想法是一样的，好，这不是你讲的，没关系啦，我是散户代表，所以看外，好不好？我们所以结论看外，好不好？没关系，那四票对一票，好，我们时间再赶快来看下一个，好不好？ Okay, 我们赶快下一个，投箱哦，手速很快的，所以你又手速要快，你们只要多按赞，多按加油，我跟你讲，你们就有用完的福利社，这种福利社，所以我要跟大家讲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广达，好，广达哦，好香哦，好，人家就广达叫肉松啊。对，好香哦，所以你看哦，是真的好香哦，所以很多福利社啊，这个网友讲的，所以这广达肉香到底香不香？答案是来看一下，我选是叉。那我们看一下广达，我们看一下广啊，没广达好，它看广达的技术线图，然后看完以后，我们直接看圈叉，这边广达到底看不看好？我答案是叉，你答案是叉，然后最后呢，我们的股市霓虹灯启动，答案是看外，叮叮，对对，来看一下。一样，为什么？来，我们举一下手，我们画面没看到你们。来，好，那我们直接来说，看坏的。好。因为这个指数哦，既然有创新高，达到13951，那、你的股票就没有创新高啊，没有错啊。你要涨的话，我答案跟你认同一样。好，我答案。你要涨的话，广达大家都知道。我广达不看外资，对我广达不是不看外它，而是什么原因？我广达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有、哦。买它赚太慢了，对，赚太慢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做一单股票，一样手速很快的，乔威，好赚的哦，乔威，来，我们看一下乔威的走势图，乔威的走势图，你都要给他看一下走势图才知道。来，乔威的走势图哦，在这边而言哦，最后、哦、这边、欸、看起来其实技术线图还不错，我觉得有喝了再上的感觉，是，可是不要啧啧说嘛，对，好不好？所以我的看法是看对，你的看法呢？我的看法也是看对，也是看对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最后好不好？股市霓虹灯启动，所有的来宾看好看坏这一单股票。什么？是这个？恭喜！好，那我们看一下正华分析师，请我们简短的两句话，为什么你爱他？好，你说乔威哦，是，对，所以说他在创高啊，而且你看，没错，你说创新高，他创新高的话，其实他拉回整理的过程当中，全部都守在季线上面，守得非常好。对，季线漂亮，哦，季线画一下，量缩的有没有？对，那量缩的股票，因为一般来讲，当中客讨厌，来，但都守在季线哦，你看啊、哦，画一下。對季线，季线，对对对，好，您说一说。但越少人做短线的股票，它其实长线比较有利，逻辑上大概是这样。所以这答案是这个，闷到受不了了，对不对？受不 了。其实它最后就是有机会这样子。谢谢谢谢正华型男分析师，好，那没关系。所以今天你看，我们今天首届的全台湾的股民的票选股票是、哦、选出了五档，居然是这档股票，那大家就看得出来，那是好坏，其实你要记起来，笔记 ING， 因为毕竟是我们大家投票表决的，我就有一定的准度，好不好？大家拭目以待。好不好？除了这以外，我们今天再进入下一阶段。OK， 下一阶段是什么？来，股市全填圈，焦点股谁来圈？好，来，今天呢，我们请到冠华哥来帮我们讲解。好，被动元件是什么啊？好不好？哲哲，来来来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段，我来现在看电动电子元件哦。我先来解释这一段哈。好，被动元件，对，被动元件有分哦。那个应该说电子元件有分主动元件跟被动元件哈、哦，像什么整流二极体啊，是哦这些什么强暴这些东西这些好，那这个主题啊，我大概花十分钟也讲不完，大家看一下就知道。好，我们整理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表。可是我跟大家讲啊，其实这个它应该是说，它有时候对一个电力它是个缓冲，是哦，你就被动元件如果处理不好的话，你电力会不正常的放电，啊、哦，主要这个原因它做个缓冲，你不要觉得不缓冲不行哦，不行哦、嗯，因为你电流不是稳定的。哦，你还是需要一些被动元件来做，可是它不，所以它不主动产生电力，哦，它不主动产生电力，不会主动产生电力，但它会耗用以及储存其可能释放电力的一个电子元件，然后、哦、对一些电流哦做一些缓冲的一些稳定的一些电流的一个作用，哦，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元件，哦，最主要的一个方式，这是电子元，这是被动元件，大概跟大家解释一下，然后再看一下。那这被动元件，我记得我们的玉凯分析师之前讲很久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那时候你好像为了也差点要跟我赌另外一个，对不对？现在赌也行啊，现在赌也行，是不是？对啊。没有，我跟你看在一起，我跟你在一起的。哦。那我们要赌，应该赌齐力星要130、140、150。130吗？我这当时是讲国巨。哎啊，国巨哦，哎，国巨。我记得齐力星你也有讲。
哦，奇异星是迷头子讲的，是迷豆子讲的哈。哎、欸，你讲的，哎、欸，这你对了哦。哎、欸，也是蛮厉害的、欸。跟着我走，跟着你走。好了，走去哪不知道。跟着你走，好好，这样很好。哦，所以跟你看啊、哦，所以这边这些股票是最，其实最红的是什么？什么？你们直接去把所有的股票走势图去看一下。好，最好的，反正最红的，像是铝质电的，我们要圈一下哦、喔。所以铝质电，你看，因为金山电或者立隆电哦、喔，这不是我说的，这是股价告诉我，立隆电、金山电、凯美哦、喔、这些股票，其实最近走势特别强哦，反正又比奇力新强。是哦，奇力新是电感的，所以电容这一块反而是比较容易缺货，卖的比较好这一块哦、喔。所以整个被动元件产业，你要把这个图给。给截图，截图起来。如果被人家放在脸书上面，对，截图在哦，放在脸书啊，所以你要加我们脸书、啊。不知道的话，你要按赞，然后你可以私讯我们。对，哦，这就不用做笔记了，福利社都帮你准备好、啊。那不错，那谢谢你、嗯，好不好？那就是被动元件整个产业，还有被动元件是什么，我们稍微的解释清楚了，好不好？今天的焦点股是什么？我们就要请冠华哥来帮大家讲解。来来来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我想知道，因为现在被动元件真的很夯。自从冠华老师哦，以前是世明老师嘛，哈、哦，改名字了。自从之前讲精彩以后，一炮而红。来哦，很多粉丝要问说，哎，到底有没有什么股票来？哦，那被动元件概念股，而且我跟你讲，更神奇的是什么？哦，冠华老师可以作证，这个股票，这些股票我们上礼拜就准备好了。是。结果这几天都在涨被动元件，你不觉得什么神奇？对，好不好？这是我跟大家最神奇的地方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五档股票哪些股票强势。那么这个国际，我想它的起伏很大嘛，哈。我想很多人在前年也都受伤了，哦、嗯，从1300大跌到200多块嘛，对，这个完全是涨价的关系，哈。那我们看这个，在去年它当然产值是衰退嘛，嗯、那可是2021年的时候，嗯，因为有电动车、还有5G 汽车等等哦，一起被动元件的产值会增加大概有11%左右、哦、所以它成长力道开始出现，没有衰退了。5G 手机嘛，像 iPhone 卖的好，电动车嘛，电动车嘛，成长力道会加速。这个一不，对对对，这个东西就是因为它因为热度的关系，所以它这个被动元件就要增加很多了，尤其是 MLCC 那个都是要。本来比如说手机我们大概750例嘛，它要增加到1000例，那就至少要增加20%到30%。哦，那然后电动车哇，增加数量很大，所以这个基本上因为电动车这一块啊是明年的主轴。哎，现在2021年我不得不说，现在电动车没有那种什么 ACC 啊，哦，自动驾驶啊这一块啊，或自动跟车这一块，大家反而不想买。好，你用习惯自动跟车，其实跑有些人回不去。像跟车系车现在有、哦、比较懒得开车的人，其实开车有两种嘛，一种是比较讲究舒适 的，一种是比较喜欢那种驾驶快的，那不一样哈、哦。对啊，对。像那个我去看过 Porsche 啦，他说那个我们不喜欢自动跟车的、啊，你知道怎么说吗？都是别人跟我们车，你知道吗？有道理的。一般面子的人开面子喜欢跟车啦，阿哥对不对？我就蛮喜欢开跟车，然后我觉得就这样子啊，前面开快快叫，我自动跟就好了。所以那种跟车也有那种很多电子元件，很多都是需要这些。相关的一些被动元件的，好不好？整个颗粒的要求的颗数也大不同、哦、所以这是国际的一个走势嘛。您继续讲。对，国际你看它这个走势相当的强势啊，像包括今天来讲，指数创新高，对，它也跟着创新高，对，跟指数几乎同步，甚至于胜于同步啊。我觉得胜于同步啊，今天有胜，今天是台股真的杀下来，对，杀下来，台股它杀下来杀了70，它创新高，它其实今天是持续创新高，但是说老实话，500块要上去恐怕有困难度。它前波的高点是498，而那时候我是喊出啊，那这个应该，所以你觉得这是500块不会到？我们拭目以待嘛。我们看法啊，我们看法，这不代表目标价哈。你觉得500块不会到？我的看法，你觉得500块不会到？我觉得500块会到。我觉得有机会。你觉得有机会？可是你觉得到了要出掉，是不是？你觉得到了要出掉？因为我们到时候要看它的实质的业绩。那没关系，我们他没有赶上的话，来，我请问一下，你觉得500块会不会到？会到。回到这肯定对，既然因为就是我看好嘛，你就看好、啊、好来，米豆子，我觉得会到，看一下，摸一下，可能会到一下、哦，摸一下，对，正华分析师呢，中立不会到，中立是不是？你看他是我正华分析师很抢戏，你知道吗？我都想要说他下一步什么，真的很帅哎、欸，这很帅呀、啊嗯！您说为什么？你这个看就会到嘛，是不是？不，因为刚才。冠华讲的对，但是因为现在我在思考他的问题，他现在刚好就是第四季，对对对，大家比较不怕业绩这个问题嘛，对，所以就你后面的数字怎么样跟的话，我觉得可能就是要看这个后续大盘有没有持续在往上跟，我觉得他这机会还是有的，
这一块。但是我认为就是短线客在里面也蛮多的嘛，像今天这么多人跑进来，一线二线都一起涨，所以可能到了那个整数大关的时候会震荡一下，我认为也不容易站上去了。哦，你觉得大家有点过热了，大家现在是进来了，而且量蛮大的。好，那没关系，我们再下一个。好，我们把握时间，下一档是齐力新2456嘛，哈，它也表现得不错，也不错哦。以及齐力新其实是在被动元件算是领先族群，领先族群。好，等一下我问你，齐力新是不是最主要的？好不好？所以齐力新你也看好，也看 EPS 也不错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就都还 OK。那我们再看一下下一张，来，那信昌电呢？信昌电说老实话，就本益比等等，它算是高档，但是这一档股票，我当初的时候，我曾经看过它7块钱。7块钱，哎，当过华新科哦，在14块。你这样子一讲，大家都知道你年纪。哎，华新科，大家都知道你年纪了，你知道吗？当初哦，这个本来是台泥的子公司，你知道吗？他投资的台泥，结果台泥，台泥哦，他们的公司都讲不要讲年纪了，结果他把它卖给华新科。这个故事没有，就华新科一合并，哇，他就活泼起来。你看六七十块，你讲这是几年前的事情？哎，这个差不多10年前吧。只有10年前而已吗？差不多10几年前，15年前吧。我觉得15年前有了。我又不止十年前，因为我记得那时候他7块钱的时候，我本来要收购他们。哦，好。我有一个财团要收购他们，结果没有谈成，所以我这一档股票印象非常深刻。因为他手做的东西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。好，我懂意思。哦，所以谢谢你，好不好？谢谢你告诉我这段活历史。凯美最近很强哎，凯美真的是很强。这个，所以电容这一块很夸张哎，没有人想到他会这么强。我没想到，哎，就是因为国际把他收购的关系。对对对，所以国际很厉害，国际厉害。国际去年是搞齐力新把它搞起来。对啊对。那今年是做，好，不要说他们做了，然后可是凯美要特别强，整个带动齐力新甚至国际。哦，所以你的看法是国际加持。不强也难，对，不强也难。哦，那我知道。好，心情，心情这一档股票就比较特殊一点了哈。他今天，他昨天是豆桃灾啊，台湾豆桃灾吧哈。他今天还不错啊，今天不错。这一档股票也是领先上涨啊，他所做的东西还是不错。最主要他在今年的时候有加上医疗产品的助攻。哎，那我问一下 ，EPS 的12元是您写的嘛？对不对？啊，对对，我写的。你这样讲，他本益比算最低。其实本益比这一季很难讲，因为假如说依这个被动元件所想的本益比的话，应该都可以想到到15倍嘛。对啊，如果15倍的话，你在180啦。哦，谢谢你谢题哦。没有啦，你不能讲目标，分享不太不能讲。我们说用本益比来算吧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对对对，好好，我知道。所以这五档股票里面，您最靠哪一档股票？当然是国巨。国巨是不是？国巨是不是？你最看好国巨。好，你最看好国巨。好，我自己投。这五档嘛，对不对？对，那还是投国巨好了，我比较安全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谢谢你，好，谢谢你，好，不客气，好，玉凯分析师，这五档股票，对，擒贼先擒王嘛，就国巨，哦，反正都贼了，还可以吗？哦，108条好汉不是听起来比较好听吗？没有啦，同样都是贼，看你怎么讲嘛。好，来，我看好凯美，凯美为什么？因为凯美，从最刚开始，其实大家都在讨论散户们，散户代表，对，然后它的股价又比较低，就是相对来说，我们是可以比较买得起的。我相信它还在续涨一段。所以你就是为了便宜哦，散户代表。好，那好，振华分析师，这要讲趴数的话，我也是看好凯美，凯美啊，因为我觉得它是最早涨的。对，我觉得最后它其实是最早，它时间上最，它等于是不顾一切嘛。好，我帮大家结论，要么你要最稳就国巨。你想要最强的就凯美，哦，这结论再接到太赞了，太赞了。好，那但今天谢谢我们的大家的好朋友，好，也是我的好朋友，然后那个冠豪分析师，谢谢你，好，谢谢主持人，谢谢您，好，来，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大概就到这边了，所以你们觉得我们今天节目很精彩哇？还有一个股市爱情的霓虹灯，那大家想清楚的话，想清楚觉得我们节目还不错的话，还有很多问题你都要留言，然后我们什么留言没关系，我们像阿拉丁神灯一样，我们都会满足你的需求，对，好不好？那也要记得哦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好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我们股市福利社的 YouTube 的频道，好不好？那所以我们最后来一次， okay. 我们喊一下股市福利社，让你的财富 free free free， 呜。